这个鞋子等会儿是要用了。嗯。那是没有走一遍。最近要不走一遍，不是放袋子里就丢了。我们先走一遍吧。如果建议的话，因为这边看到也没有男性工作人员在一起走。男性在后面，男性就那就有个男性。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接下来就。